好，中美元首会后，南海局势还是不平静。继大陆有135艘这个民兵船集结南韩的牛轭礁之后，美国的滨海战斗舰吉佛兹号4号也到了这个仁爱礁附近的海域。大陆的《环球时报》社评就指出，美军挑衅是不系安全绳的高空作业。时隔一天，俄罗斯的反潜驱逐舰啊，崔布兹上将号呢，5号的时候，他在亚太远航的任务底下，又进了南海的水域了。所以这些国家互别苗头，意味实在太浓了。美国滨海战斗舰吉佛兹号4号驶进仁爱礁临近海域，遭北京政府批评非法闯入，侵犯中国主权。U.S. seriously undermine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dding that the U.S. disrupte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violated China's sovereignty. 美国第七舰队予以反击，表示吉佛兹号在国际海域例行性活动，符合国际法。时隔一天，俄罗斯出动反潜驱逐舰崔布兹上号，穿越新加坡海域，驶进南海水域。美中俄互别苗头，较劲意味浓。Pure bullying and it's pure illegal. So hindi na yung tinatawag na gray zone.And it's not accep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在此之前，大陆派出135艘民兵船集结南海牛轭礁，惊人场面被外界称为“赤壁之战”。环时社评点出，美方出动吉佛兹号，显然意在支持菲国威慑中国，批评美方挑衅是不系安全绳的高空作业。菲律宾本身的实力也比较弱，就是说它单独对抗中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它必须得拉域外的国家进来，那这也就给了美国的可乘之机。中非在南海对抗越发严重，大陆学者警告，美国介入恐怕加剧中非冲突。与此同时，美方持续提升在印太的军事能力，将在潜艇上部署新版战斧反潜导弹，以威慑中国大陆。Beginning next year, our three countries will conduct a series of integrated trilateral experiments and exercises.据悉，新版战斧将部署在洛杉矶级、维吉尼亚级潜艇上，可携带12枚对地巡航导弹，对大陆周边安全带来极大威胁。不过，大陆军事专家宋东平表示，中国也正在打造全方位的综合防御体系，可确保在安全上没有漏网之鱼。记者综合报道。驻日的美军有一架鱼鹰式直升机，11月29号在鹿儿岛的外海发生事故，现在已经寻获6个人的遗体，另外还有2个人下落不明。美军认为存活的可能性已经极低了，因此判断是全员罹难。This morning, the Air Force announced that the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 for the Air Force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Osprey aircraft mishap in Japan has transitioned to a search and recovery effort. The recovery operation will now focus on locating and recovering the remaining 2 airmen and aircraft debris. All families have been contacted about and notified about the loss of their loved ones.And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go out to the familie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f these 8 American airmen who are impacted by this tragic mishap and the immeasurable loss of life. 好，这罹难的8位美军呢，分别隶属在横田基地跟加守纳基地，年龄介于24到36岁之间，都很年轻。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数据，这次的事故呢是死伤最惨重的一起鱼鹰直升机意外，那事故的原因是还在调查当中的。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5号在一场不公开的募款活动上面坦言，如果美国的前总统川普2024不参选总统，那他自己可能也不会选。此话一出，立刻引发话题呀，所以拜登跟川普2个人都被记者追问。I expect so, but look, he is running, and I have to run. This, if Trump wasn't running, I'm not sure I'd be running, he said at a campaign event today. How do you react to that? Well, I think somebody gave him a talking point. They thought that would sound good. 看起来还是2个人都是要选了哈。而根据11月的一项民调，拜登在6个关键州里面有5个州都是落后给川普的。那拜登今年的11月刚满81岁，川普则是77岁，都不年轻了。所以很多民调都显示，选民对2个人年龄都是有疑虑的。而拜登如今这样的一个发言，也让他的竞选团队简直是差点从这个怎么样，一张摔下去。他们的反应是大事不妙了。
好，知名的投资人艾克曼预计美国联准会最快会在明年的第一季降息，比市场预期的更早。那联准会也将会在12月12、13号两天来开利率决策会议。台经院的所长吴孟道就分析了，依照目前的就业市场跟美国的经济状况，至少要到明年第一季还是相当强劲，就算联准会降息幅度应该也不会太大。像那个纽约银行，比如说江威廉斯这个副主席，或者像其他的这些联储银行，他们这种相关的这些费的官员，他们在谈的时候，虽然最近有释出一点比较鸽派的声音出来，但是他也还是跟你讲啊，他说我就算调，我其实不会调太多，我认为顶多就是比现在，比如说现在是大概那个5.25%到5.5%之间，就可能往下可能调个两码或3码最多啦。我觉得最多是2码或3码啊，这样基本上都还有4.5到4.7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准，它其实是跟市场预期，我觉得是还有一个明显的落差。那当然最后会不会两边会不会接拢靠近，我觉得还是在于啊经济真的经济的展望或是经济的表现，是不是真的会像市场预期的这么悲观？如果假设联准会把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准维持在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它确实说真的会压抑到消费跟投资。甚至说真的，包括联准会虽然说现在劳动市场很强，但是它也不能保证说，如果假设明年这些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明年假设很多劳动力都回到市场了，或者是这些供给变多了，对，它劳动市场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强啊，需求也不会像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失业率如果往上走的时候，这时候也许在整体的这一些房贷的那个市场，也许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影响。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